线上的购物网站，然后我觉得也是网站都没用，因为以前就是要去那种店里买一些那种什么化妆品、包什么的，我觉得比较害羞，最难的。所以现在这个就是网站，我觉得哇，终于可以在网上可以买到了。蛮清晰的，我比较少赚这种钱。然后叫我多买花好，好，好，对，要多赚一点。所以刚一直多，感觉现在就12亿，不会加到你那么多钱。对啊，我觉得还好，就是人生不是要两个人在一起，我要有一个家人呢，可以每天在一起。那今天有没有跟他们说，我要去找这个消息？要不要去买？知道。好刺激吗？怎么一下子好又一下子坏？我随缘呢。对，九月去澳洲巡回演唱会，除了澳洲之外，有些其他城市也有，所以下半年应该是蛮充实的。